您瞧瞧。多少钱啊？5块。你别说，这他妈还挺像真的。行。这有10块大洋，都赏您了。哎呦，啊，谢您了，逛窑子去。哎呀，谢谢。大夫，我什么时候死啊？是哟，真的是到，你有精神病，要休息，吃药，别生气，别高兴，喝酒、抽烟都不行。阿妈，嘿嘿嘿，您的水仙盆来了，我没买。哎呦喂，乖乖，你可想死爷了！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。嘿，您这话说的，要您命的东西，我哪敢卖啊？大夫，你可以走了。这什么？皮尼西林，多好吃。这您不知道，中国啊有句俗语，心病还需心药医。妈妈，爹，爹，爹啊，你死的冤啊，不就是一水仙盆吗？咱家那坛坛罐罐的孩子去了。爹呀，你怎么就为这么一物质给气死了呢？我这以后可就没依靠了，我吃谁喝谁去啊？瑞四儿，你老不死的东西，你害死我爹，我们家宝贝偏谁也不能偏你。给我砸门！开门！开门！瑞四儿，给我出来！老瑞四儿，出来！开门！什么人呀？在这乱嚎！哦，够野性的呀！嘿，我告诉你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你老子气死了我老子，把瑞四儿给我叫出来。按辈分，你应该管瑞王爷叫三爷爷，瑞三是你叫的吗？凭这就得找你的嘴。按辈分你叫我声姑姑呢也不亏你，你怎么跟你姑姑说话呢？没大没小的，是不是让我抽你？你爹呀就是让你这个不孝的败家子给气死的，整个南城都传遍了，你不老老实实的在家守孝闭门思过，你还有脸跑到街上晃的，真是丢人丢到家了。不是，你一个女流，我不给你一般见识，把瑞四儿给我叫出来。王府的事儿我做主，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。跟你说好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我要跟老瑞四儿斗一场。行，怎么斗？我替我阿妈应了你。好，那咱们就立个字据，斗虫斗鸟，按照咱们旗人的规矩，连斗三场，赌钱、赌命、赌身家。好，我应你，这回咱们就立字据。我也不要你这贱命，你要是输了，把你的全部家产，包括水仙盆还给我；你要是赢了，水仙盆归你，我从此不问。随你。好。阿妈，不行呀，要是咱们赢了，也得要他的全部家当。要不然不公平。这回啊，就应他一回。